在橘色，可能男生 看起来没有差别，可是我自己看的话，我会觉得会有差，因为粉红色的腮红会比较可爱一点。然后我开一下手电筒的，这样，那么就比较，好啊，可能拍不到，可是我自己看还蛮明显，就橘一点，没那么粉。我觉得粉的比较可爱。我知道明晶，哎，我那噔噔噔噔噔噔噔的时候，我有看到你，然后想说会不会太凶，就我看起来会不会太凶？我那时候有，那时候有想，可是很快就过去了那一趴。切切的比心。眼神杀死，真的好热啊！因为这代表有那个感染力，对不对？那是好事。你看我的腮红脱掉一半，再买一个新的。那是玉安在打棒球，破纪录。喜欢粉色一点，可是我买的都很橘。所以我要去买粉红色的腮红。昨天第一次看公演很感动，谢谢博弈 boy， 谢谢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表现如何？你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就是意见啊，我们都会就是啊改进，对，我们会改进，我们要进步这样子。看一下我的腮红，谢谢玉安的花之鸡翅。好，今天还蛮凉的，所以大家注意那个天气啊，对。昨天 MC 很好笑，是不是？没事啊，每天都会有不好的事情，就是看你怎么去把它，哎呦，笑死，调试。还有天气不好，那就明天呢，明天就会好，明天会更好。Hello， 亲你的羽毛球 ，Hello， 贤的 ，Hello， 班长。谢谢 Andy 的告白气球，哎，我当下我。想不到 Make Up 的动作怎么做，然后突然就我知道了，是这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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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有吧，有出来吧，虽然我没有做得很清楚，下一次如果要做什么动作，我觉得在舞台上面动作大一点会比较就是有那个感觉。对，我昨天有看到青云哦，青云在我的右边，对，就是我通常我站，对对对，你是坐在我们看观众席的右边那边，所以我知道我没有认错了，我一看就看到你了，青云。可是你在举那个 Luca 的牌那个扇子，所以我就想，哎，这是青云吗？青云是推 Luca， 这是我现在才知道。谢谢小叶的告白气球，还有 Andy 的告白气球。对，我就我当下有点就是有点迷惑，不是迷惑，困惑，就是啊，青云是推路卡的这样子，嗯，所以我就当下有点想说，我会不会认错人呢、啊？这样子，因为我不想再认错了，所以就也不会糟糕，没事，好吧？谢谢那个晚熊的掌声鼓励。那时候想到，哎，原来青云是推卢卡了。那再想一下之后，我就，哦，对，他直播间的名字是有
有那个甜甜圈，然后 Luca 很喜欢吃甜甜圈，是吗？所以都哦，知道了，是那个 Luca 的推的。这是摄影的文手里。好，我们从第一首开始讲好不好？因为现在就是有点乱掉了，所以想要开始讲就是 reset 的事情，然后一边用我的头发一边跟大家聊 reset 的事情。这就是呢一开始，对，很正常的前四首。我想一下前四首有什么讲的，唱唔到，可能十幾分鐘之後會有飛色出嚟，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即係 keep 住更新它。即係有啲人可能話就話會買，但係加入咗購物車，但係冇俾錢咁樣，但係係咯，即係加入咗購物車冇俾錢之後咧，佢就會將嗰啲票釋翻出嚟，所以你可以 keep 住留意。嗯，好，等一下，這是第一首公演的歌曲 reset 嘛 ，reset 的時候。其实啊，不管跳几次也好，我也会很紧张。就虽然说可能会适应那个舞台什么的，适应舞台表演之类的，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刚上场就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点点的紧张。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站上去我都有点紧张，可是音乐一下我都就是音乐来了，就突然就很想融入去里面。对。然后呢，就讲到那个 reset 那首歌，就觉得很热血，所以让人会很想要跳。对，所以就给我一个这首歌曲给我一个很大的动力，就很想很热血的这样子跳。跳完那首歌就换洗衣服，洗衣服就反正也没什么特别的点要讲的。好，下一首《女朋友》这首歌也好像没什么特别要讲。我好也好像没什么特别要讲 ，OK。那我就讲大家那个打 call 还有什么，就是我看到的事情。就是 reset 一开始，大家都亮起我们Unidaisy 的那个灯，还有我的应援色的灯，所以我蛮感动。就是我觉得这次很多我的粉丝来看。然后有举起红白的应援灯，我就很开心。的确，我有几首歌站不稳。女友哪里站不稳？我想一下。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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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副歌呢，第二次副歌有点站不稳，就我这个我承认，因为有点。太用力，那边那个我的力气没有收起来，所以就那边太用力了，一转过去的时候都有点站不稳。我男朋友有没有？还有什么呢？想一想。大概这样，然后脱衣服那边，每一次大家都会很紧张，就想说会不会来不及脱衣服啊？这样会不会衣服会被掉在地上之类的？幸好没有这种况。有时候我们练习啊，也会穿那个外套，外罩，对不对？就是外面那个，因为 never 给个木乖，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来不及脱的。谁没有去过 reset 的？我们就是听 TP 那边 TP 两个字，我们这次有调整位置，希望这次的 TP 两个字有比较明显一点。对，然后呢？还有
特别要讲的呢？嗯，好像让前面啊换衣服那边，我们都很紧张，就不想掉麦克风，也不想要衣服掉在地上，因为如果衣服掉在地上，大家踩到就会有危险，所以我们都很努力的稳住，然后衣服也抓蛮紧的，就是杰星不是帮我拿衣服，谢谢贤仔的小浪花，对贤仔，啊不是，我想说杰星，可是刚刚讲到贤仔，我就想说，哎，贤仔是那个女友的时候帮我就是拿那个衣服的，我差点想说的，我是说杰星啦，对，不好意思，是哎呀，杰星帮我拿那个衣服，先写风仔的圆梦选票，还有五一的214爱你。对，讲到哪里？嗯，对，每一次都想说啊，杰星，你加油加油，我们加油，就是每一次心里想，就是我们加油，不是衣服不能掉地上，麦克风不能掉什么的。酷傻，恭喜！可是你不是推我，没差啦，只是大家开心的。嗯，对，嗯。然后，制服这首歌。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跳那个 unit， 我们这个组合的 unit， 所以我们都很，就是很那种，你懂吗？就是好像跟你的队友，阿白哲宇，就是跟你的队友本来是一起打拼什么的，然后突然他都要掉组了。突然要换队了，然后就有点，我们最后一次了，我们要加油。就是我跟柏林还有跟孟晨说，我们要加油，最后一次了，我们好好表现。嗯，然后我们就，然后我们因为很快都换完衣服了，哎，外面 MC 有点超出时间，所以我们在后台一直超紧张的，好想要马上赶快跳到最后一首歌。对，我们那次超级紧张的时候，就想说。好紧张，为什么还没有要出去？为什么超久的？我们换好了，大概可能等了五六分钟吧，在里面一直，要出去吗？要出去吗？要出去吗？还没，我们一直加油加油加油，一直搭肩啊，加油什么的。结果，搭完肩之后啊，还有这个五六分钟的时间，我说，要出去了吗？要出去了吗？笑死我了，超久的，对，还蛮久的。因为就是他们怕我们来不及换衣服啊，我们在里面等一段蛮久的时间。谢谢 X 的告白气球，恭喜升级，谢谢你的告白气球。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制服这首歌我的眼神也是比较沙一点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次的公演呢，就是眼神上面比较出来，眼神还有感情部分，可能是因为这是最后一次的这个队形去这个队形去跳这个组合啦，这个组合去跳制服这首歌。我们后面是蛮赶的，就是因为赶，我们才比较快的出来，然后在后台准备这样。膀胱，膀胱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叫膀胱？为什么？谢谢，多谢麻喽，谢谢你的初心者勋章。眼神有出来吧，
时候，其实我一直会错边，上一次的我也错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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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这个我都很容易错边，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你知道吗？不会不会，谢谢你拉朋友入坑，今天有那个今天我最美那个报纸，你可以请他去看看那个165公分哦。然后嗯，我刚刚想说什么制服吗？我刚才在讲制服吗？我忘记了。所以眼神，对对对，那个左右边，我刚刚在讲左右边。恭喜大家买到那个左右边呢、啊，我很常错边，大家都知道了。练习的时候，我也真是很懊悔，为什么一直错边？可是之后是昨天那一场都没有错边，我就蛮安慰的。蛮安慰的，自己觉得很安慰，因为没有错别。没关系，本来好像制服这首歌没什么抠，本来就好像不太需要，是吗？我不太清楚。小叶的小浪花，一开始是不会错边，然后当你跳太多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然后我连 reset 那个，就是一开始不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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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我也会突然混乱，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先。然后昨天我也一直问彩杰说，这个是左边还是右边？是左边还是右边？他说是右边，右边，右边。我说好，我记住。对，这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出现这种状况啊，就是很容易忘记，或者是你跳太多了，就会突然。就是身体习惯动作，可是你会一直想这个动作到底是对的吗？这样，这很常有这种状况，所以对我也不意外，我也不意外我有这种状况，因为我就知道我会有这种状况。幸好昨天是好的，然后有一个我是蛮，我觉得蛮遗憾的一个点，就制服这首歌。有点遗憾的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 free 的动作吗？就是那个间奏结束之后我会出来抓，然后转一个圈，然后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下去。然后其实本来我是想要做以前我做过的动作，那是一个致敬Michael Jackson 的动作，就是我有一阵子很可能是12月1月的时候有做，我做的动作是这样的，就是先转一个圈，转一个圈，这样子，然后这很 Michael Jackson 动作，可是我昨天没有做到，一个超紧张，就做了原本的那个，然后还帽子也差点飞出去，我一直抓着，也没有一直抓住，就是有抓，就是觉得有点遗憾的，就是这个点吧。就想要有点自己的个人风格，对，毕竟那个位置是 free 的动作，所以我没有做到那个动作，我是有点懊恼，对，所以有点可惜。偷抓帽子，没错。这是小叶的小浪花。
都不讲话。独自住我的鞋子超滑的，之前都没那么滑，不知道为什么，昨天特别的滑，所以我真是快跌倒了，也比较没有那么好发挥，就是比较发挥的没那么好。马尾跟鞭子是一样的东西，什么意思？同一箱双吗？应该是同一双吧。可是我觉得可能是我穿太久，或者是我走路方法不对。谢谢尼哥的凤梨，嘿，这不了解，好饿，天哪，这是那些张博文的告白气球星。对，我想说，我那个鞋子可能是我走路方法不太对，所以呢，我把那个鞋跟呢穿歪了，我那个 TTP 的鞋子也是脚跟被我穿歪了，特别是右脚的部分，左脚这是正常的，可是右脚部分超大声，右脚部分就是歪掉的。最近一直磨牙，吃饭。的意思可能我没有讲得很清楚，我讲的意思是应该是鞋跟被我穿变形，然后我走路姿势也不太对，所以就会我不知道台湾那边是什么样的朋友，你说如果实体的可以寄去我们公司，但如果你说直播我就不太清楚，但直播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 NL。要保养，然后独自住这首歌，除了我想要讲那个鞋子很滑的事情以外，还有的就是表情部分，我也有蛮研究蛮久的，可能大家会觉得啊不习惯或者是什么，可是我觉得这次的表情有比以前丰富。对，我自己觉得是有比较丰富一点，希望大家也觉得。还有什么呢？嗯，好像没什么。
给大家的那种感觉是，我硬要装性感的这个感觉，就我不是想要硬要性感，我只是想要大家是感觉到这首歌我想要给大家带来什么，而不是想要大家觉得啊，小鸡表情有做到，可是他好像有一点硬要的感觉，我不想要这个，所以我很怕受到这样子的想法或者是回馈之类的，我都会有一点，怎么会给大家这样子的感觉呢？对，所以就有点，不想不满这一点，然后，等一下《独蜘蛛》这首歌，我很喜欢一个动作，就是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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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捧啪捧啪那边，就不知道怎么说，就觉得那个动作很好看，可是你要做得好是很难，而且那个这首歌的这个动作就只有一次而已，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少。不是前进后退那个，不是那个，第一次副歌的那个位置，太可惜了，没没有看到。麻喽 ，Hello 麻喽。哎，呢度我哋嘅 Netflix， 因为我嘅 Netflix 好乐于助人。然后，还有什么呢？我想一下，有什么啊？亲吻这首歌，刚刚李猫头有讲到 I want to kiss you again， 还是啊？对对对 ，I will kiss you again 那边。那些宽宽的笔芯，那个 I will kiss you again 那边，是我，就是这首歌有点甜蜜的感觉，所以我跳的时候也特别有一种想要大家感觉到我甜蜜的感觉，我们很甜蜜的感觉。可是 I will kiss you again 我会加一点点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可能前面就是下一分钟我明天亲吻我，要加就在一直漫游。啊，现在没有改名字，那应该是另外一个人。耶、yeah, ，I will kiss you， 就是因为要这样子说，哦、我会 I kiss you。不知道怎么说，那个感觉就是眼神会变，对。可是昨天因为我看镜头，所以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这个其实我每一次公演都是这样子做的，就是 I will kiss you again， 眼神会变，所以希望大家会注意到这个。Hello DJ。对，要用感觉的，用讲的，还有现在演的是没办法去形容那个感觉，懂吗？我就只有唱英文的时候会有自信。对，这次的那个麦会比较大声，有比较大声，有，我们大家都有感觉到。我们都有说，哎，这次的麦是有开很大声吗？然后大家就觉得，哎，有喂有喂，所以应该是有啦。水滚滚是什么？水滚滚是圆滚滚吗？现在多谢马骝嘅吻手礼啊！用中文讲呢啲咁嘅礼物，真系有啲多谢你告白气球啊！多谢你真情告白，我唔知系我讲到有啲有阵。一二三四五六七味，定系点啊？可能系我啊，水滚滚不是圆滚滚哦，那应该是水滚滚。
湾水滚滚。我是迪滚滚，滚滚迪。欸，其实我有买麦哦，所以我蛮好奇那个用麦的话会是怎么样的声音，可是我电线去哪里我忘记了。欸，好，用来直播看看，想要试试看这样子直播听你的声音会不会比较好。哦，刷妹，好啊，请期待。现在听得不清楚吗？期待屁，也没什么好期待。啊，就买呀！啊，就买呀！不买呀！嘿，对。我有点担心，如果我用那个，那音乐声音怎么办？TG 款，我要慢慢的烫我头发，因为很怕烫到额头，我很常烫到额头，以前，现在比较少。努力烫额头。新款这首歌就，没什么特别要讲的，衣服很好看，对，我觉得衣服超好看，这样。还有什么？想一下哦。还有的就是那个，好像没什么特别。
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自己比较习惯，都会自己用。嗨，白沙。我本来呢，一看到《亲吻》这首歌，我就有点觉得，哦，这是啊，不是，我是看到《亲吻》这首歌，这是我看日本的，就觉得，嗯，衣服这样子，还蛮牛仔的，很日常。然后我看到食物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要穿的那一套的食物的时候，我都有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穿过，所以当我看到，我就哦，长这样哦，就有点哦，好哦，我就这样好哦，就有点啊、哦、还好。可是当穿上去，我都、哦、超级喜欢，就那个感觉，你懂吗？那个感觉。好意的玫瑰，就是因为一开始我自己是觉得《亲吻》这首歌的衣服不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类型，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没有非常的期待。可是当我穿上去就觉得超级不一样。谢谢多谢马拉的一万个赞。天生，要不要谢谢妈妈的基因，妈妈跟爸爸的基因。我爸爸眼睛比较大，我妈妈跟我鼻子很像，个性也蛮像，可是我没有妈妈那么有耐心。习惯，所以也比较喜欢自己用刘海，后面头发，因为这不太会，就自己不太会夹，所以觉得别人就是别人夹会比较好，比较好看，比起自己夹。Fly 的玫瑰 ，Fly， 有听过 Fly 这首歌吗？很好听呢。谢谢柠檬的冰淇淋，还有小叶的小浪花。现在考试加油！我舌头破洞。前面的牙齿是比较尖的，所以我一直磨它，然后它现在更大了这个洞。谢谢青云的告白气球。
我已經慣了，成日被人踢埋使崩頭，慣㗎啦，我已經。所以已經控制不了，沒辦法控制這個狀況，那些人就喜歡踢或者崩頭踢。唉，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摸他。谢谢青云的聊一下，谢谢青云的胳膊技巧。你说你有点认真，想要我知难而退，礼物不是条最贵。人家是不是想上唱吗？Hello Henry。你们合照看起来超不像的，我真的怀疑我是不是瞎了。仙姬姬瞎妹，哦，瞎妹不是瞎妹，不是这个意思吧？对，瞎妹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是快笑死，我被自己笑死了。合照看起来哇，没有像，完全没有像，我真是太白痴了。我还说，哎，你们讲得很像，可是你们感觉是像的啊。对，气场气场都很瞎。谢谢谢谢。其实你们是像的，对对对，是这样，没错。之前蛮喜欢歌手的，这是一个韩国团体，我喜欢那个 Bam Bam， 还有
just go to sleep。 以前喜欢，现在已经没有那个追星的那个瘾了，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心灵上的满足。因为我喜欢表演，我喜欢表演，笑咗，我有得排星，灰鞋个鞋，多谢。排星同综艺系一线之隔 ，OK？ 我文雄，你就会成为一个偶像嘞。我不是小太阳，我是星星。小太阳是小晴，括号里。Hello， 月笑。不离干嘛呢？只有芥末擦，是我给对的。我妈那门楼长嘛，跟前那个嘛，跟我们对的，都下那那的。不离干嘛的 love scenario， 一见就秒。你个几个 ？Hello， 救命！我是少女偶像文雄，救命！笑死！谢谢加播猫，加播猫的花枝金絮。我是加播底，突然，他是不是要跟我收版权费？不好意思，加播猫。哎，牧羊犬！牧羊犬 ，Hello！ 嗨，人哥！童心对童心，谢谢大家。好久不见，你好久不见，我在假头发。Hello， 嘿嘿，昨天跟微微跟牧羊犬一起做是吧？我喜欢牧羊犬，跟牧羊犬告白一下。没关系，我看得很开心，哈哈。我看得很开心，多谢马骝的爱心小蛋糕。马骝，我有个 friend 都叫马骝，唔知会唔系你，但系应该唔系你。Hello， 嘉宾。我很开心诶，昨天其实是因为，对，谢谢牧羊犬来，不然我也不会那么感动，你懂吗？而且这一次很多我的粉丝来，我真的很开心。这很多红白应援棒。嗨，查尔斯。Hello。
对啊，超猛的，但是超大声哎，我一整个吓到。哎，我很感动，懂吗？大家都吓到了，你知道吗 ？Daisy 的大家还有姐姐们都吓到了。我不能忍。你好吗？我当下心情就是很想问你好吗？你好吗？嗨，你好吗 ？Hello， 你好吗？嗨，你好，你好，你好，好好，那这样。整个脑袋都是你好，你好不好？大家好，嗨，谁进来了？阿红。不要洗衣罐头。我跟你们说，昨天晚上我吃了三份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我现在肚子超级那个这样子。我要跟你们说昨天吃什么，我昨天吃一个原味榛果法式吐司，第二份是薯饼起司塔，第三份是肉蛋吐司。我吃了全部吃光了，昨天晚上一点半。因为昨天我没有吃晚餐，那我超饿的，真的很饿，饿到受不了那种，所以我都点了。然后想说这么晚是对的吗？算了算了，吃了再说，吃了再减吧。还在想那个报复性饮食，就是 reset 公演，就要一直减肥减肥减肥，要衣服好看衣服好看，穿得好看，怎么样？舞台上面要好看，然后 reset 公演结束，哇，我还不吃饱，对不对？你们赶快说对不对？真的是报复性饮食。好啦，而且我真的是很饿哎，昨天公演，因为公演结束之后我们还有事情，所以都没吃，所以都很饿，超饿的。我这里呢，这淤青了，然后
这个呢，因为昨天公演嘛，公演就把它贴住，所以我到洗澡都没有把它撕下来，然后到现在还在这，我快笑死我了！我真的是忘记这个哎，完全忘记，因为这个地方根本不会看得到，你知道吗？我快笑死了，给你们看。呀呀呀呀呀！等我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痛，好痛，痛痛痛痛！对对，哎呀呀呀，哎呀呀呀 ，yes， 好，你看，哈，痛到我一个不行，还有脚的我也贴起来，啊，就撞到我自己耍白痴，撞到忘记你撞了，撞我也忘记你撞了，要求睡觉的时候撞的吧。说不定 ，maybe。嗯。可能就是这样吧。哈，然后就这样，然后就哦，这样。Oh my god！ 真是痛死我了。哎，你知道吗？有时候睡觉啊，会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就是我自己会听到我自己发出奇奇怪怪的声音，可是我会就是没办法控制，就是有时候正睡，然后突然就会，就是那个呼气的那个声音，呼气就是，这样子，我夸张，我是用夸张法去说的。干嘛？可是我发出的声音是那种，就那种啊吱啊吱吱那种声音，快笑死我了！没听懂啊，我这回听到哎、欸，那我说这我是村民，我是 Minecraft 村民，村民风筝比心。吓死我！我刚刚差点烫的。哎，这么多人来看我假头发。对，这人哥就是那个，就是那种声音，就是人哥，没错，就是那种。什么？没有，我在睡觉啊。怎么了？你刚才你怎么了吗？没事，我就睡觉，然后就这样，笑死，Hello 呀，六，嗨。哎呀，他想要玩我的麦，可是给我一点时间，我就讲。做这种感觉、啊，搞定，这里会凸出来。哎，我有藕包，哎，我有藕包就不会这样子直播在那边烫头发，好不好？啊，自己讲完自己打自己枪，笑死。
是大金人站。念法不一样，我要玩我的麦，我先找一下我电线在哪里。你要不要先看椅子？椅子，我在思考 iPhone 线是哪里。嗨，因为呢，他接那个什么 iPhone 的话，他需要 iPhone 线，然后我有 iPhone 的那个。接线，然后我就，我把它放在哪里？谁会知道？哦，在这里，找到你了，I found you。担心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会不会听不到那个音乐的声音啊？哇！试试看呢、有吗？我再一次好不好？等我。哇！等一下，我刚不是，我刚还没插到。嗨，有吗？有了，声音有比较醒啊哈，有点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的那个，很清楚哦。等我。我来看一下我直播，我听一下。嗨，喂。我觉得有差哎、欸，差蛮多的。我觉得有差，你们觉得没差哦？哎，万雄，难过，没有没有。哎，牧羊犬好难过。对啊，差很多啊。人就说没差 ，Really, bro？Seriously， 我也觉得有变清楚哎、欸，我听一下那个，可是我还是会听到有背景音乐啊，因为我就是我去看我的直播的时候，等我再听一下好了。对吧？我再听一下，我再听一下，没有听到背景音乐。我再听一下，没有听到背景音乐。有吧？有吧？那这样子呢？听听看哦。哎，这样子比较有那个 feel， 就是比较近一点的那个感觉。哎，这样子比较有那个 feel， 就是比较近。哎，近一点很棒哎，有没有？我觉得这是需要这么近。我有戴耳机啊，我有戴耳机，可是我现在，哦，你是说用我的另外一台手机戴耳机？你看我的麦，可爱的麦 ，Me up in your house on a San Francisco street， 我好开心，怎么办？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我有买那个架子，可是那个架子我没有装上去，对，所以我现在目前就是需要把它架高一点点，大家才会比较听到我，讲话比较清晰一点的感觉，对，这样大家整个看直播的感觉会比较好，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用来 podcast 用的一个麦克风，对，我想了超久，你知道吗？超久，我在想到底要买这个还是买另外一个雪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雪怪这个品牌？对，它
太近会有点碰麦。好，收到收到。哎，我很开心哎。你们知道？我有防喷罩，可是因为它本来它这个都有这个东西，所以我都没有加。可是我想要就是，把这个，我刚才想说，我想要把这个拿下来，然后装防喷罩，然后可能会比较好，比较没那么喷。今天没有主题。这样，我应该……那你们觉得我要试试看把这个海绵头拔下，然后再用防喷看看吗？谢谢周的告白气球。谢谢你的两个告白气球。你们可以试试现在。拜拜，周。现在吗？好，我去拿拿看。哎呦，那我先这样好不好？因为我其实我是刚刚才打开我这个麦的，所以我连这个防喷也是刚刚才打开，对，所以我直接把海绵就是拿出来，然后再加这个，看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这样。这样呢？可是这样子就会挡住，就可能要架住它，对，这样子会挡到啊，对，这样没错。我就懒，嘿嘿。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这个比较好，防喷。我有，我有，我有。对啊，这样子脸就不见，除非我这样，要这样子讲。其实我有架子，我有架子，我有架子，放心，我有防喷罩比较好。对啊，脸都不见呢，那还蛮好的，不用做表情，对不对？我就直接可能直播，然后就唱歌，然后就讲话，就这样子好，不用做任何表情，然后直接这样子，爽啦！怎样？最喜欢不用看到样子了，就戴口罩一样，超爽的。就你疲态啊，或者是你累的时候，不想做任何表情的时候，超棒！跟你们说，超级休息，对，好了。我先放回去，这样子的话会是可以啦，可是会隔到很多很多声音，对不对？对啊，超级真心话，再加一个墨镜，根本就是一个 podcast， 就只是可以看到我自己，可是。看不到完整的自己，这样，对，这样最好吗？你们觉得？
可是这样的话看不到脸，看不到脸不太好吧？就大家想要那个想要看到直播的人，对。所以加两个会比较好，是吗？真的吗？确定？那我等一下如果有什么直播回放，我再自己听听看，这样。谢谢小杰的告白气球。那我先把这个防喷放回去。拜拜。回来了，26分。我今天会早一点点关播，可是也不会到很早关，这可能早个我不知道早多久，反正就会早一点点关。对，谢谢 Sam 的告白气球。那以后直播就用这个直播，大家听起来也会比较好吧，也不会听到那个外面那个下雨啊车子的声音，那个车子声音超大的，我觉得。呜呼！我那你们是不是爆麦？我刚刚这个掉下来，然后砸到桌子。我刚刚呜呼，你们应该爆麦，拍谁拍谁？嗯。良好的直播环境，不好意思让大家吓到了，刚刚那是那个定型意掉了，还好，还好，还好。还戴耳机。很赞耶，我好饿。其实我很想吃点咸的东西，可是我家里没有咸。现在有声音吗？有声音吗？吓死我了。笑死！因为没有咸的东西，所以我就只好吃点甜的东西，喝点甜的东西。等一下再出去买吃的。你听，我不爱吃泡面，我不太喜欢泡面。不错吧 ？ASMR， 黑眼圈超大哦。
想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哎，可是我没办法听到，对，因为我没有用另外的听。好，我自己听。你们可以听回放，那以后打嗝什么都可以对着这个麦，嗝嗝嗝嗝嗝嗝嗝咕咕咕咕喵喵喵这样子。太多了 ，OK。放心，我不会打嗝。对，放心。其实我会买这个，没有买雪怪的原因是因为雪怪它只能连接 USB， 可是我这个它可以连接到那个录音界面，还有。手机这是 USB 的，所以我觉得这比较好。对，那你们耳麦会不是，对，是耳机会爆掉吧？如果你的朋友打嗝，咕咕咕咕，很常要看我的舌头破洞。哎，那我也可以这样子拿着播，可是拿着播就。这不能把它敲到，不能敲到就会，也不会怎么样，就只是会有点不太好，是吗？对，敲到它就突然没有声音，然后，就是，对，就是，拜拜圆滚滚，这个多少？这个不便宜，只能这样子说，对。然后，其实我有想过买很多这不一样的，可是就是我有想过买很多其他品牌的，可是因为这个比较方便，它可以，插手机就是用 USB 的，也可以插另外一个 XLR 的那个。你没有到上万的话，我真的是不用过生活了，知道吗？这个的话，这个投资有点太大，等以后真的有比较好的，对才，而且这个都已经够用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够用。对啊，够用。
可是麦克风作用很大啊，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所以其实也不错，我觉得很赞耶。谢谢追踪。哼，大家都看到我一直在磨牙，不好意思。开始磨牙，不行啊。要修呢。Oh my god！ 我平常不会磨的，等我一下。不能磨牙。没有想唱的歌，现在喉咙没有想唱的歌，我声音也不好，就是公演结束之后喉咙会痛。唱嘛，我要干嘛呢？那晚遇见你是啪啪臭臭，怕你发现我眼神里渴求。Oh honey honey baby， honey honey baby， 哈哈，笑死我嘞！起笑，起笑，发射这座青春火箭，纯属用信念去充电。冇，我最近中意听《What You Want》，但唔系佢哋烦。我是港妹，当然要支持一下本土歌曲。带着你的心，我在这等你，好想你的身影和你。又唔係嘅，其實我好耐之前，即係佢啱啱出，其實我有聽好多 MK pop 咩 Stop Peeping 啊，跟住咩誒嗰啲咩無限 Kiss Kiss Kiss， 然後喺度仲有嗰啲咩發射，仲有青春火箭，重新用信念去充電，嗯，登陸太陽，1999年。有吗？对呀，再不来看呢，阿华，哼。耶，99年，但我喜欢听英文歌多啲，
跟住仲有张敬轩嗰啲歌。诉说着心情，系我知香港系兴姜涛，我都系 Mira 嘅粉。然后我有买佢哋 We Are One L 嗰个专辑，定唔知咩嗰个？总之系咯，我叫我哥帮我买，叫佢寄俾我。我有看足球，我有看。超级张敬轩粉，我系张敬轩系我嘅 first crush。哇！但我唔系主推姜涛，嗯。大链，我哥哥，我唔知道，没事。哥哥，哈喽，没有，我哥哥没怎么样。看看有什么歌可以唱。对的，德甲、西甲，对，德甲比较多，可以啦。好想要玩啊，我试试看，唱一下，唱一下。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好高音啊，耶！再一次，我怕我破音，等一下很糟糕。而且这是麦克风，好不好？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谢谢大家。我不知道这次会怎么样，就是音乐会怎么样，因为我第一次用这直播，而且有点就是担心又期待，然后声音也有点就是怪怪的，就是很怕。真的吗？我不知道欸，我有吗？你帮我等一下传给我听。啊，怕爆欸。对啊，要紧张要怕受到伤害。Oh my god。With your love, I really need to learn. Cause we're all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Breaking us down when they all should let us be. We belong to you and me. I believe in you. You know the door to my very soul. You're the light in my depth. 欸，我是 Daisy 组的，我是 Uni Daisy 的。对，很容易发现唱错的地方，没错。然后很虚的地方也是很容易会就是发现，所以就有点欸，好好玩哦。唔紧要，哇！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re so lovely,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How deep is your love? 可以啊，是可以。嗨，你好，阿华，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谢谢大家来看我直播，还有那天在公演的时候给我们很努力的应援。希望大家喜欢 Uni Daisy， 喜欢我们很有感染力、很团结的一面。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有很好，那我以后就这样子跟你们讲话，要吗？电台，我觉得，有一支好的麦克风就会很棒，没错没错，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会变得很棒，OK OK。好，我知道，谢谢大家。
好，那我大声，我就远一点。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your love.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嗯哼，哇哦！有吗？谢谢大家。嗯，这很可以吧？这个声量有没有在你耳边清新细语的感觉？呵呵呵，好好好，不是 Air Supply 是另外一个 Air Supply 是Air Supply 是哪个？我想一下 ，Air Supply 的歌是哪一个？我想一下。那个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out of here together 那个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since I found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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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 the days are brighter 订阅按赞分享、啊、谢谢不好意思突然超大声你们是喜欢哪一种？就是你们喜欢正常讲话，还是喜欢这种？就是很安静的，嘴巴不张开讲话的，像这种。哎，以后可以来对唱，我们大家对唱一下，都喜欢，好。Baby, say this taste on my mind, and I, hi. 哇，这超虚的，好不好？超虚，这样唱歌不好，这样唱歌没有那个很清晰的感觉。对，嗯哼。我发现蛮多人用我这支麦克风的大的那个版本，这是比较专业的那个版本，因为我这个是比较弟弟的。怎么说？就是因为它专业版本，它不能插，直接插 USB 这样子，所以就比较不太方便。可是这个的话，可以插 USB， 也可以插那个录音机，没事就买这个。这个好像也是不错，对，就是要调音什么的，嗯。比较弟弟的感觉就是那个是专业版，这个是比较业余的，比较迷你版的那种感觉。嗯哼，对。孤单的个令我失神，迷惑里斗争，只得一片黑暗。嗯。入门款，对，是这样子说吧，嗯，好像是，对。唱歌。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闭着眼，渴望未来。人自信这大时代，投入几分竞技赛，曾分开。哇哇哇哇哇哇哇秒速之间断改，小小世界眷恋。打机啊，打下啲机咁咯。打咩机啊？咩机都打下咯。
咁即系咩机啊？我电脑咯，系咯，咪就跑 online 咁咯。AV， 嗯，仲有咩机啊？直升机咯，嗯，系噶啦，系呢啲噶啦。仲有啲咩啊？唔知我。啊！真笑死！我在讲一大堆废话。谢谢柠檬的兵器，耶、yeah, ！谢谢大家，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哦。我是你们的主播小迪。嗯 ，OK， 还蛮好玩的这个，我觉得啦，嗯，好、哦，那拜拜大家，我先念一下排名，谢谢五一的二一四爱你，马骝，一只竹仔二只弯。鸡之竹仔团十兄弟，下次几时？你问 Neverlucky， 问 Neverlucky，Go Go Go Go， 嗯嗯，好，谢谢第这个二十名的是加波猫，谢谢加波猫。第十九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十八名是圣莹，谢谢圣莹。第十七名是班江，谢谢班江。第十六名是扣桑，谢谢扣桑。第十五名是企鹅，谢谢企鹅。第十四名是初风，谢谢初风。第十三名是五一，谢谢五一。第十二名是小杰，谢谢小杰。第十一名是 X， 谢谢 X。哦、oh, ，谢谢 X。第十名是志颖，谢谢志颖。第九名是小叶，谢谢小叶。第八名是张博文，谢谢博文，博文还是博文？谢谢张博张先生，谢谢。第七名是玉安，谢谢玉安。第六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五名是 Andy， 谢谢 Andy。第四名是 Joe， 谢谢 Joe。第三名是很麻辣，都在麻辣。第二名是圆滚滚，谢谢圆滚滚。第一名是 Sam， 谢谢 Sam。然后大家记得今天是最后一天买巫女神写真的一天，没错。所以大家记得要买的话，记得要付款，付是这样说吗？因为你们这很多都加入了购物车，没有付款的话，那就哦，这很可惜，没有买到，收不到纸币了，哭哭，就这样。对，所以大家记得要去结账。对对，没错没错。今天是最后一天，六点前。大家要记得。青云没关系啦，可是我知道青云是有在推我，有在支持我。对，谢谢。如果想要小迪升级。小弟的这种设备的话，请多买生写真，请多多支持 AKB48 Team TP。然后，对，记得要结账。嗯哼，好，那今天就到这了。我好想知道喝水的感觉是怎样，我想喝喝看，有吗 ？Podcast 的感觉，很棒哎、那就以后这样子开播好不好？好，我要关播，拜拜大家。哎呀，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love, right? I need you, baby, the warm, the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拜拜。